交作业喽。你觉得厌烦了吗？如果这个时候能带一个金孙出去，多有面子！你让这么大一个大企业家去看不孕，觉得这像话吗？我每天的生活除了怀孕就是怀孕，没有孩子的婚姻就像一个空荡荡的坟场。拜求你不要再逼我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下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妈妈。